哦，恋童歌你不知道的事。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刚刚跟一个好朋友在他家，就是开心唱歌嬉戏的时候，他们就说啊，这首歌好好听，你今天一定要唱，不然我就不来。就那个人还是跑进去了。对，关关，算了。今天只准备了两首歌，对，然后第二首歌是
就是一样是刚刚那个场合，然后大家就是也是两三个，就我啊，然后关关，然后有学妹，然后我们那边玩啊，唱歌，然后默默的他说：“哎，你今天晚上唱什么？”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哎，然后开始大家开始翻谱啊，就说哪一本谱啊，开始翻谱开始找，结果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说：“好好好，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这首你一定要唱，你一定要唱。”他说：“你不唱我就不来。”然后那个人在旁边，对，对，就是你不唱我就不来了。然后，而且他就说他还要求说我一定要用唱另外就是唱我爸的别的方式去唱这首歌。然后他说要很认真唱这首歌，他要帮我摇沙铃。你不是说要帮我摇沙铃吗？好的。星星真不能完成，只是我陪不能当行，哪怕失去希望，难为你一茫茫，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要找时间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歌很好听，更是因为很浓。每个人每个故事都很有趣。
啊，他说什么香港明信片都是景点的旅游景点的、啊，然后这是他就找他自己拍的照片，这、就是他自己拍的照片，对，然后希望大家幸福快乐，很感人。对，太离谱了啦，没有那么感人了、啊。他说这是一个高雄的朋友，他说希望自己的明信片可以在挂在铁花村的圣诞树上。然后这边有一篇，好可爱，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看那个他卡片上面很可爱，他是速战速决圣诞的活动，还是他里面用注音符号写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子恩，对，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叫黄子恩，然后，他写了一根卡片给李华春，然后爸爸妈妈带寄过来，我没有回信了，对，然后听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回这些信的时候，笑中带泪，这样，有一封，看一下、哦。